真是太诡异了！当兵师大锅饭用的超大炒菜锅，里面装了满满满的沙油。如果是要让信徒带回去的话，段哥又为何说待会就要把油煮滚嘞？搞得我现在一头雾水。然而正当我们还在疑惑之际，大师突然缓缓步出草屋，口中念念有词的朝油锅走去。难道岂不是要开始吗？段哥，你现在干嘛？啊？什么？他把他伸下去吗？碎盖得定。 怕鬼，东方人也怕鬼。不过俗话说得好呢，敬鬼神而远之。但听说在当地有一个民族呢，不止不怕鬼，还抓鬼，还吃鬼。鬼到底要怎么吃？到底要怎么抓呢？要说到这些神神鬼鬼，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国家应该就是泰国吧。不管是可怕的养小鬼，还是随身佩戴的佛牌，甚至是供养各式各样鬼怪神祇的庙宇，例如幽魂娜娜庙、双头鹰庙等等。 都可以看出泰国人对于神鬼之说可不像咱们中国人敬而远之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真的有人抓鬼还吃鬼，会不会太扯了一点？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导游段哥决定先带我们去跑个平安先。段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带你去祈福。祈福？祈福不是通常都会去寺庙里面？这也是荒郊野外哎。你说祈福的话，泰国的话，除了一般的话就在寺庙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些和尚举办一些仪式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们知道说泰国这边除了佛教，还有这一个就是叫做婆罗门教。哦，婆罗门教。婆罗门教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。对。最早期的话，婆罗门教是最早期，然后有了婆罗门教
对，他们都会坐在森林里面。喂喂，段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虽然我知道泰国有各式各样奇特的祈福方式，像是点蜡烛啦、躺棺材啦、刺经文啦，还是被高僧拿棍子鞭打等等，但是几乎都是在寺庙里面进行。我看这附近不要说寺庙啦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阿西要怎么样祈福啦？我们到了，来，到了，到了，我祈福。在这一间，有点小破烂的房子里面吗？因为一般的道士的话，修行的话，做禅定的话，要安静的地方。对，不是说像大庙、大城市里面。我们先请师父这位道士出来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阿江他，好，阿江他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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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哦，您这边坐去吧。阿家康，阿家康，阿家康，就是这位我们的道士。对，祈福的话，他是离东北部的话，是一位我们的道士，非常有名的。但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的衣服，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僧侣的衣服不大一样。因为他是在森林里面，森林里面的话，他没有那些在袈裟或者是一些服装，对，所以说森林里面是不是有些野兽？对，对不对？那其中一个老虎，老虎。这是老虎，我还以为是豹纹呢。因为是森林里面的话，有一些老虎，老虎的皮的话可以拿来当服装。妙了吧？没想到在这样的深山里，竟然真的有人在此修行。听导游段哥说，因为他们是属于婆罗门教，所以装扮和一般寺庙的僧侣剃光头、穿袈裟的形象完全不同。简单来说，他们比较像是印度的苦行僧。然而，这也让我更加好奇，因为婆罗门教大多注重自我修行，这位师傅会愿意替我们祈福吗？而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替我们祈福呢？段哥啊，我们待会要到哪边祈福啊？一般来讲的话，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做这些祈福这些仪式给一般的人啊。所以说，因为这位道士，我经常会过来崇拜他这些参拜他，所以说。对，这一次我带你过来，因为你来的从台湾来太远了，所以说今天他特别举办这个仪式给我们，对，好给我们祈福。那感愿祈福，我们通常不是要买香吗？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吗？我跟你讲哈，现在的话，你所想象的话，就是一般的佛教的，对，这里是婆罗门教、印度婆罗门教都是两回事，哦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待会我就请师父帮我们举办这个仪式，好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。阿江涛，刘那么是干，那边刘吹的滚啊，他毕竟是老靠你了，那边我们看，那边他不好，我答应。
没有任何的回答，只是默默的点头示意，让人对于大事的感觉又更加的高深莫测。且看看四周，除了这间小草屋，就是一大片森林。若不是要自我修炼，又怎么有办法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年呢？然而说也奇怪，待会不是要进行祈福仪式吗？怎么旁边却有人升起了炭火，还架起了大锅子？这应该跟咱们的祈福仪式没什么关系吧？待会我们举办这个祈福仪式的话，祈福仪式就是在这里。这里？对，这个是一个大锅子吗？对，大锅子。对，所以这里面油，是油哎。是要炸东西吗？这很像是要炸那种甜不辣还是鸡排的油哎。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把它煮滚之后，然后让我们油每个人带回去一罐，跟那个台湾的那种什么大杯水一样。错，旁边有个生火，然后所以这位大哥是道士的徒弟。道士的徒弟，道士的徒弟他把那个火啊这样整个放在这个油锅下面，所以待会这个油锅真是太诡异了。当兵吃大锅饭用的超大炒菜锅，里面装了满满满的沙拉油。如果是要让信徒带回去的话，段哥又为何说待会就要把油煮滚嘞？搞得我现在一头雾水。然而正当我们还在疑惑之际，大师突然缓缓步出草屋，口中念念有词的朝油锅走去。难道祈福仪式要开始吗？段哥，他现在干嘛？他什么？他把他伸下去吗？他有没有受伤啊？不会，你看到这是脚印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的话，他要整个坐下去。他刚刚那个锅子全部都是滚烫的。他现在整个坐下去，他会受伤啊？很烫哎。大师现在面不改色，怎么可能？我在旁边呢，就感受到那个锅子的热度了。你看到下面开始冒烟了。如果放一块那个肉下去，那块肉就要炸熟了。还要再加油？妈，现在是什么情形了？大师，你是不是修行到有点精神错乱？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活炸人肉嘛！哪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替别人祈福的啦？此时，只见段哥和大师的徒弟似乎有点见怪不怪，要咱们冷静下来，因为接下来步骤才是祈福中最重要的部分。现在大师整个人坐下去了，来来，我们也是要坐下去，而且他现在完全是面不改色的，很烫哎！双手合十，好，双手合十。所以现在我们快要举办仪式了哈，我们要起双手合十。好，现在那个大师啊。一条线，先给段哥。哦，这个叫财星，财星给你们扣。对，恭喜这个就是放在手上，双手合十。对，双手合十。双手合十。因为这个的话，祈福这些的话，待会所有的，把我们祈福的时候，对，会从这些体系传到我们的手上。哦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事物这些，对，都会传到他身上，替我们受。他会把。福报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的业力跟苦痛都会传给他。是，所以经过这条线，对，经过这条线，特别不入人教。这让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不是做坏事之后会下到地狱里面嘛，然后会需要被用那个油锅给煮过。所以我想啊，大师呢，可能是他自己在油锅里面受苦，然后把他的福报传给我们。这跟基督教有点像，耶稣不是也被钉在那个板子上面？没想到上刀山下油锅的画面竟然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上演。虽然这样的仪式看起来惊悚，然而知道油锅祈福的真正意义之后，却让人不得不佩服。原来婆罗门教强调自我修行的苦行僧，又这么慈悲为怀的胸襟。师父现在帮我们祈福完，然后去休息。段哥，让我可以摸一下吗？我看看它有多烫。很烫哎，这个，哇，烫啊，很烫，而且烫到眼睛了。啊，好烫哦。通常这种热度啊，一般人下去大概两三秒就不行。我想姑且不论大师是用什么特殊的方法降温，愿意为了信徒踏进高温的油锅，就已经值得大家敬佩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不过是些茅山道士骗人伎俩罢了。然而就我的观察，不利用电视台来访的机会大肆宣传，只是默默地做完仪式，连话都不说上一句。如果他真的是骗子的话，求的又是什么呢？我刚刚祈福完呢，其实非常的感动，好像我所有的心事或者是我担心的事情，因为大师的这样转化呢，让我感觉心里都没有心事了，而且非常的舒服。我也觉得世界非常的宽广，宗教本来就非常的多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祈福方式非常的奇怪或者是诡异，但我觉得只要我们用很
宽广的心啊，用接受的心去面对它。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宗教，这样子，我想很多事情到最后都会变很美好。